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滴。风轻轻吹到，悄然进了我耳根。夏天偷去听，不见。第二轮公演终于开录，二公录制完之后，从演播大厅出来的网友纷纷在第一时间发布路透，选曲分组随之爆出。据悉，本场公演为第一次同盟战，分成上下半场，共有四大部落的八个小组参与比拼。跟一公相比，人员组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四个部落共八个舞台，分为上下两场进行 PK。上半场率先登场的是借我组，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，借我纵容的悲怆与苦喊，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。由任贤齐领衔，组员有金汉、周柏豪、张俊宁、林峰、吴卓羲、蔡恒、张智霖、李承铉搭档新成员 Mike 第二个出场，以一首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》拿到第二名。紧随其后的是 Just Like Fire 组，老将杜德伟带着金汉、朱佳琪两个小年轻。心如止水组最后亮相，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。吴建豪、吴克群、潘玮柏加上王大陆表现出色，拿下上半场第一名。潘玮柏组的心如止水传唱度都很高，心如止水是抖音神曲，但这四个字就能表明它的传唱度了。这首歌唱进了不少人的心里，歌中的思念与遗憾，听歌的人仿佛也在经历着。再看演唱的人，潘玮柏、吴建豪、吴克群，一个是绕舌歌手，一个是 F4 成员之一，一个是为你写诗的原唱，怎能不让人期待呢？潘玮柏虽然唱 rap 多，但是他唱旋律也很好听。下半场的比拼同样精彩，刘恺威、马迪、信、郝云、郑钧、黄义达选择了伍佰的《白鸽》，最终获得第二。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屋檐，就算我给不下星空下的他，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。 Nice、 杨长青、张震岳、曾比特代表所在部落出战，演唱了陈粒的成名作《小半》。喜欢的、讨厌的、宠你而厌倦的，小半则是陈粒的代表作，初听很惊艳，久了也会回甘，是很不错的选曲。曾比特的嗓音加上张震岳 Ice， 这首歌应该会加入不少改编。陈小春部落全员出战，挑战唱跳歌曲《马》。轻松炸掉整个场子，夺得半场第一，实至名归。马是张艺兴的歌，据现场观众反馈非常的炸，舞美很震撼。而且综合上文中舞台的排名，陈小春组分数最高，两个舞台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。压轴的是任贤齐、苏有朋、林峰，三位的人气都相当的高，可惜分到了一首闽南语慢歌，很难引起共鸣。任贤齐组的《借我》、阿嬷的话都是很好听的歌。谢春花的《借我》传唱度很高，歌声清澈，歌词杯中有暖。阿嬷的话是萧煌奇的作品，是首闽南语歌曲，非常动人。不过这两个舞台的成绩都不理想，但这并不代表舞台不惊艳，毕竟在过往节目里排名与呈现不匹配的情况还挺多，比如野蔷薇、佳人。另外任贤齐组热度不高的哥哥多，加上两首歌都是旋律很慢的，所以也会有影响。
尽管名次不佳，但任贤齐、林峰、苏有朋三人同台仍旧让人期待。杜德伟组的 Just Like Fire 白歌在表现力上其实还不错。一个是节奏感很强的英文歌，舞台张力会很强，一个是抖音热歌，跟心如止水是一类风格，但成绩也不理想，具体原因还是要等舞台播出。一公结束之后，八个四人组被合并成四大新的部落，从人气、实力、观众缘综合考量，四大部落可谓强弱分明。最强的毫无疑问是陈小春同盟，有一季的前三名坐镇，号召力无人可比，还补充了两位队员 Mike 和任科，一个能跳，一个能唱。单论战斗力，吴建豪这一队不遑多让，吴建豪、潘玮柏加上吴克群三个人都称得上全能 ACE。 此外，曾比特是新生代唱将，张震岳是说唱圈 OG， 杨长青是炙手可热的 rapper， 只有王大陆要弱一些。相比之下，另外两个部落的人员构成并不合理，整体实力要逊色不少。任贤齐、苏有朋两大男神联手堪称一大惊喜，林峰、吴卓羲出自 TVB， 唱跳不在话下。周柏豪歌手出道，也开过多场演唱会。至于金汉、张峻宁、蔡恒，似乎有点拖后腿了。这场比赛的八组表演，只有这一队没有拿到一次前两名。最后一支的部落人数最多，有九位成员，其中真正全能的只有杜德伟一人。信、郑钧、黄义达、范世琦都以唱歌见长，刘恺威、朱佳琪两位演员则纯属跨界。二公会走几个人，哪几位会打道回府，以今年的保密程度，怕是要等到三公录制的时候才能知晓。只希望有实力的哥哥都能留下，同时期待皮革二尽快和观众见面。